Hello， 大家，我是老谭。刚去街上面买了一个这个葛根，拿来包点那个排骨的。前两天村里面杀那个猪嘛，我堂哥买了点排骨，等下他拿排骨过来煮。有猫咪叫的，旺旺仔去找猫咪，我来。旺财，等下他去叫我来的咯。他不会叫的。不到啊，你看他听到猫咪叫，他马上跑下去找猫咪了。应该是村里面有些人他养猫嘛，生出那个猫仔，人家不想养，就把它给丢外面去做流浪猫了。收留了多少个了，还说什么？那他冷死他哦，这么冷的天气。要是旺财带过来的话就养，要不过来的话就不养。这个葛根要放完吗？这么大一根的。我喜欢吃。一半都够了吧？啊？可以切一点，到时候如果吃完了再加嘛。哦，可以。这个葛根呢，就是上次我们去看了，看那种葛根的，本来说想卖的，后面卖不了，人家。不愿意这样子分开挖了，人家要整片一起挖才行才卖了，他们不卖的。这个有点难削这个皮，这个煲鸡汤就很好喝，煲鸡汤煲排骨就好喝了。确定要煮完这么长根呢？你就切完吧，太苦了。小弟爱吃吗？小弟爱吃啊。我主要是不挑食，我觉得什么都可以吃，只要煮熟就可以吃吧。煮熟都可以。OK， 打干净了。紫色的。这个菜心要切断吗？菜心我来弄。我觉得我切的菜心都好吃。你是要炒还是要烫？炒的话能又冷啊。啊？就是烫。烫的是一根还是半根还是两根？让我来对半切吧。如果烫的话，要对半切开。切边是吗？对。破开是吗？嗯。要不它太大根了，煮它不好吃的。煮一半就可以了啊。嗯。你看这次我买了这个葛根，你买那个差不多。它没有生虫啊，你上次买那个生虫啊。不会也可能是以上次那个人家是在山上挖好的。那这不生虫吗？一样生虫了。今天难得哦，洗青菜哦。嗯。耶、yeah, 你看。这个东西不能夸。嗯，那不是因为香槟太多了吧？本来我想的是，大哥接触了芳芳，然后我说赶紧把我弟叫过来帮忙，我们俩阳了还有一个人照顾，结果我弟来了，我弟自己感冒了，变成我们两个人照顾他了。真的是，我们两个是挺进决赛圈了，已经。加油，特种兵呢？加油！广西特种兵，广西南兵的。很大礼物啊！那还说要半根？哎。嗯，你把虫去掉嘛，就中间不要嘛，其他。懂我意思吗？就是把虫削掉。咦，削不开。那这么你怎么削？怎么办？这样子。看来这个葛根怎么买都是有虫的。干嘛吃腊肉吗？不吃了吧，昨天才吃。省一点。
晚上我想起腊肠吃，和烤虾。我明天拿一点腊肠去烤。明天你生日，要不你去买个鸡，我来明天搞那个烤鸡，咱们露营烤鸡，好不好？看你病，感冒了就放狗跟狗玩。嗯，小孩子就是这样。不过去年他，感觉他比去年成熟了，因为去年不是去年，前年，去年没有帮我做事，前年他也是帮我做事。前天帮我直播呀，他帮你直播啊？对呀、啊，你不知道啊？呵，他是可把他的学费给挣到了。那明天我们去哪里露营？明天我们去哪里露营？去河边的。明天我去，明天想吃什么？烧烤类的，想吃什么？烤鸡一个。再带点番薯，之前我们不买还剩了很多番薯嘛。你不是都送给那个便利店那个老板了吗？没，怎么要完了、啊？是拿完了吧？我看。没有，还有袋子里面有。我以为都拿完了。就搞点烧烤，搞个烤鸡，搞点烤番薯。哦。这么简单？不烤点龙虾鲍鱼吗？没，现在没有龙虾鲍鱼卖。哪里吃得起大这种高等级高等食物大餐？这不没有那么奢侈的啊、哦。这个是豆腐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就是里面塞有这种肉的，肉还有香菇，我洗了菜的，还有荔浦芋头，荔浦芋头是灵魂，吃起来很香。你喜欢吃吗？嗯。做的好吃我就喜欢吃，完了我有点脖子有点酸，大家帮你揉一下。反正现在，我现在是，我跟你说，我身边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牺牲了，我就觉得我没牺牲啊，我没牺牲了怎么办？是不是下一个就是我了？有点紧张，以后又会觉得我这疼那疼，这不行那不行的，我觉得精神有点。受折磨，我们已经过了，感冒已经过了。最近不知道啊，不懂，一天就好了吗？看个人抵抗力的嘛，这个东西。我抵抗力这么好？我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啊、哦，你不相信哦？啊，我也不相信。对呀、啊，所以说啊，你咳嗽那个药喝完没有？晚上我们睡隔壁都听到你咳嗽声的。还剩一点，不是，现在好很多了。要不先把没有排骨先把这个放上去先。可以啊。你再放口水。但这个等一下煮煮着，我怕它。再烧火水。会串味的。再烧火水。怕它会串味的呀。嗯，可是他们还不来啊。哎，这八哥干的真是。看我跟对女朋友是一个样的，什么样？速度赶不上。嗯。那么久了。一二秒。哪里痛？手很冰的、哦、不是你用这个关节顶又不费力、嗯、对对对对哇好痛对这个应该叫什么富贵包是吧经常玩看电脑玩手机的还痛吗痛两边都痛、哦、太痛了受不了还是揉还好我感觉你这样要掐应该是用手臂会好一点。这样的。嗯。太痛了，受不了了，我不要了。那怎么弄？不弄了。伸直腰，把脖子伸直。直，好的，嗯。等大哥来。来练习一下当年抄人家作业的时候那种嘛。我没有抄工作，也不知道。
那你怎么抄人家作业的？干活你说长就抄的不好。这个葛根都快少了。你也干过了，还有淀粉，还有搅动的，不搅动的话就不用浇了，浇底了。